重新放在舞台上，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相信我不会让自己失望，也不会让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失望的。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，加油。来，现在我们有请 F6 邓诗颖。30秒钟，诗颖，请开始。站在唯我独尊的舞台上，我不断努力地把最靓丽、最自信的自己展现出来。有些人说我跳不出甜美的框框，所以能在第四场比赛帅气行礼中胜出，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一种肯定，而且我非常开心。站在舞台是我的梦想，所以我希望屏幕还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再发光发热。谢谢。谢谢。现在有请 F7 黄慧玲。30秒钟，计时开始。我是个有动力、喜欢接触新事物、接受新挑战的人。比起其他参赛者，我多了一份成熟，一份自信、魅力。参加为我独尊，这一路走得不容易，我在这台上吸收了很多宝贵的经验，我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我的进步，我一路的努力，我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在这个台上演出。谢谢。谢谢魏明。好，现在有请 F8 林思敏。同样的，也有请思敏为我们陈述30秒钟，计时开始。我知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要去努力，演艺表演一直是我的梦想。我参加唯我独尊，我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因为我知道它会让我更接近我的梦想。在每一场主题当中，我都尽全力以赴做得最好。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朝我的梦想再跨进一步。谢谢大家。好，PK赛结束，谢谢我们五位参赛者。是的，好，现在关键时刻，马上有请现场的四位独尊评审。50位猛男评审准备了，非常关键，请打分。那么在成绩出炉之前呢，先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下个星期我们有什么样的节目呢？是的，下个星期呢，虽然还没到大决赛，但是呢，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，我们还是有非常精彩的节目哦。没错，来先睹为快。你从未看过的后台情景，你从不知道的精彩内幕，8个主题竞赛，2场半决赛，迈向总决赛的独尊道路，有多少欢笑和泪水与你坦诚分享？唯我独尊16强齐登场，6位名嘴首度同台主持。下个星期一，优频道特别制作，唯我独尊决战前奏，独尊式呈现。哇，亮哥啊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！下星期呢，我们要6个人同台哎，你一直在说那3位美女的坏话，怎么办？我怕什么？其实我告诉你，他们在节目当中也没有饶过我们3个啊。也对，也对，干他们。所以下个礼拜刚好是机会跟他们面对面的较量，对不对？是。而且下个星期16强都会来到节目当中，让大家一睹他们的风采，所以非常的精彩，千万不要错过啊！那么观众朋友，接下来呢，现在正在统计成绩，目前我们在场上这5位参赛者， F2 洪秋婷， F3 任良毅， F6 邓诗颖， F7 黄慧萍，以及 F8 林思敏，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可以进入总决赛，成绩已经在我的手上，他会是 F 几啊？过去的比赛当中，所有的参赛者都拿出了自己的实力，表现不俗，但是只有一位可以进入我们的总决赛，他就是 F。 F 几？几号？啊 ？F 三。恭喜！谢谢大家。哎，梁毅，我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刚才这个成绩出炉的过程当中，你在台上的心情怎么样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啊，就是说接下来如果不进入的话，我会怎么办？
好，现在不用想了，争取总决赛，好好加油，好好努力。再次恭喜梁毅。我可以有一个说话的机会吗？只要一分钟就好。我只想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，还有我的拳击老师，还有所有支持我的人，所有的评委老师和50位评委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次恭喜梁毅，谢谢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假如你要跟我们这些参赛者们面对面接触的话，来临的6月8号下午1点，在 Causeway Point 有一个爱周刊举办的活动，大家可以前往，同时呢有机会领取唯我独尊的特别相机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网站了解所有的比赛详情。好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独尊制啊，独什么啊，独尊独尊评审，他不独尊评审，还有我们50位猛男。谢谢你们，为我们评分，谢谢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半决赛呢也圆满结束了。记得在下个星期天晚上7点U 频道呢，就是我们的大决赛了，不要错过。好，再次恭喜诗倩、嘉明、婷婷还有梁毅，也要谢谢这4位参赛者，谢谢你们的参加。下星期同一时间同一频道，决战前奏，唯美优至尊，唯我独尊。看自信，教令我带领，让我带领，装备带齐，再加上18般力，自信是独门武器。新主意，一分钟就行，全世界一起疯到底，一起疯到底。Cause you're the one， 坚持是基本态度，有自信那就是酷，不管你在不在乎，会让你不得不服，绝对一流。